啊，爱看跳舞就来九九三，全网基圈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这个是你们刚刚自己选的衣服啊？没有手，没有脚，就脖子还有脸。我这不是裙子，我这是裤子好吗？这个是裤子啊。明天再给你们换别的衣服吧，我明天还有麦序呢，好吧？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找了半天找不着，我说你拿这个先充数吧。是我真实的爱过，而你又是否还记得年少时候许下
我打刚打到脚了，我家真的太小了，哦，好痛啊！看看，又想骗我给你们看脚，哼，哼，哼。好了，刚刚跟你们说这套衣服是金莲同款，其实不是金莲同款，只是说我以前有一个装扮长得就是特别像金莲，然后就骗你们说是金莲同款，然后那我就给你们跳一个吧，那个哎，那个电视剧叫什么？《水浒传》是不是？《水浒传》。来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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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最近就是他们玩 PK 惩罚上瘾，老让我挑秧歌，所以这个音乐是时刻准备着，然后不小心出来了，然后还有一分钟时间，要不我就给你们挑秧歌算了，好吧，最后一分钟我就把秧歌挑完吧，好吧，行吗？行的扣个一，不行的话我就挑小苹果了，来扣一的就有秧歌，扣二的小苹果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来个秧歌吧。嗯，一首熟悉的音乐，这首歌你们应该都听过，陪伴了你们的童年。来。走不出那个圈儿，经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儿哟。通天大道本来就有笔直的一条线儿，何苦还要发